初见大体压力好大，解剖状况吓坏众人。当我还是小小护生的时候，要去看那个大体，这些大体都是用福马林泡过，味道其实非常重，闻到那味道就不行，吐了一个礼拜。哇！我们第一次的解剖实验课，我刚刚好就是被负责安排到要画第一刀，我画下去那一瞬间就，整个组织液跟福马林就喷到我的脸上。哇！今晚11点，东森综合台32频道，医师好了。